肯定吃醋了。谁吃醋了？你就是吃醋了。嗯。周川先生，你好，你和宋氏什么关系？请您回答一下。请您回答一下，请您回答一下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？何时公开？你们打算？你们真的是合作关系吗？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。请您回答一下，你们抓到我女朋友了。今天的照片如果你们传出去的话，等着收我的律师函。走。